你出来多少天了，大哥？怎么称呼你？到昨天刚好11个月。11个月。来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这狗狗也是你带的狗狗。叫什么名字？叫小黑。小黑。哎，他听得懂啊，小黑。那他走路的时候是跟你走还是在车里？跟我走。跟你走。如果像这种下雨的话，就把它塞车里，要不然的话，它那种味道，味道受不了。晚上，因为它晚上是跟我睡在里面的。哦，它晚上跟你一起睡里面的，不知道方不方便问你是怎么受伤的呀？就是之前运动员然后受伤的。不是，是14岁的时候在那个红军厂里面打工，打工掉到那个搅拌机里面被搅掉的。14岁的时候。天哪。2003年。2003年。到今年刚好20年。20年了。天哪，你这太不容易了。你是90后还是80后？89年的。89年的啊。你是这一趟就准备到拉萨，然后后面怎么安排呢？后面走到拉萨吧，走到拉萨之后再走这个219回去。219啊，我也走219。你这个还要换哈，这个。那个已经断掉了。断了。来了两个月吧，应该是2个月没有，然后就走断掉了。走断了啊，这也快要断了。那你这个多少钱呢？这个？这一只是16800。16800。这一只是32800。这一只30000多。天哪，这个这么贵呢？看看你这个是它一般是从哪里坏呀、啊？这个？这个使劲儿，然后对，它会弯。我刚刚看你视频都是跳着走的，它就有一点损伤这个了。也不是，主要是虽然有电，但是还是很使劲的，特别是上坡左右转弯的时候，它下面是个望向轮。那上你这个电的话，上坡的话还是很费力啊，应该。上坡的话不费力，主要是。转弯啊，主要是转弯，除了转弯使劲之外的。那你走72拐的话肯定很难。72拐的时候还行。因为它下坡嘛。它下坡转弯的时候你随便一掰它就那个。带点力啊。的上坡的时候掰不动。那你相当于就是你这个如果坏了的话，你要换就要花10000多块钱是吧？对，这个要看它哪里坏。只要是这个位置跟这个不坏，光这个坏的话要不了那么多钱。这个坏的话也就1-2千块钱。1-2千块钱啊、如果说是整体坏，这个坏了的话嘛，就等于是全部废掉了，是吧？我感觉你身体挺好的，感觉很健壮的感觉。练了9年嘛，9年。练了9年。9年多。就是你刚说的那个叫投掷，是不是？要投铅球啊，投那个，就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。投铅球不行，投铅球投不过人家。那你是投什么？你强项？投那个标枪和铁饼。标枪和铁饼。那两个的话拿过奖。拿过奖。铅球的话拿过第3名。铅球拿过第3名，还是好厉害了。这是国家队这种吗？国家队的时候是在那个打坐式排球的时候是国家队，坐式排球啊，是省队，省队也很厉害了。我就看你这身材，感觉像是那运动员，所以刚刚我还问你，我说感觉你像当兵，就是兵退伍军人的感觉。你出来11个月，从来没有中途没有回家过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我是失恋出来的。失恋出来的，出来治愈一下啊，就是。好多人都因为感情的原因然后出来，是不是疗伤？我好了11年。好了11年。好了11年6个月28天的一个女朋友走掉了。分手了还是？自己偷偷走掉了。自己偷偷走了，记这么清楚，你应该很认真了。那你好难走出来啊。现在走出来了。现在走出来了。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不行，刚开始出来的时候那种状态。状态也不行，反正什么都不行，人家和我说话我也不搭理人家。就是自己走自己的那种。你肯定还会遇到情投意合的，双向奔赴的。大哥也是出来找对象的。那个小哥哥，你是出来多久了？骑自行车？4个月。4个月啊，我也是4个月，我们俩差不多。我们这里聚集了2个躺车，一个自行车，还有一个这个助力电助力的。大哥，帮我拿这个米，然后那边牛奶，然后我拿这个油啊，走吧，走吧，
阿鹏哥，昨天我回来你都睡了，我太晚了，我给你买了点东西，粉丝买的。买了。买了。留着，你留着吧。啊。来。油你留着吧，我的那个米还有牛奶，我们这个米油还有很多的，你这瓶你留着，你留着嘛，一留着用嘛。你留这瓶你留不完，我还有这么大一瓶呢。你看这个油怎么办？我还有。你还有我也有啊。那你看给那小哥有吗？我不做饭的。啊，你不做饭是吧？哦，你这车也做放不了那些做饭的东西啊。那我留着。那你留着。你给我放车里。对。路上我看到有开五菱宏光的，骑125的，骑电动车的，骑自行车的，有背包徒步的，还有推车徒步风餐露宿的。进藏的路是曲折的，可能有很多人会担心路况、天气、高反，但是一旦出发前进，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。只要我们敢走出来，我们就是勇士，尽管在大自然面前显得那么渺小。当你足够强大，心怀梦想，一切困难和障碍都显得微不足道。